节目，让我们欢迎老师出场。
啊，这个歌曲差不多就是算讲欢乐上，是阮大家上知影的一条歌曲。啊，我后边讲这个曲的由来是安怎讲？啊，到尾啊，阮后一条是迄、那个嘛是十八款十八世纪，这个时阵阮英国搬来，搬来，搬来德国，吼、哦，就是巴诶写的圣咏，啊，伊是第一个清唱剧《坎塔塔》内面的其中一条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《坎塔塔》啥物意思？大家知无？有人知影清唱剧是啥物意思？好、哦，伊是伊就是诶，比如讲巴赫的教会咧做工作，所以逐礼拜拢啊规礼拜为着礼拜做音乐，对无？好、哦、啊。各种不同的节日，所以需要写音乐。啊，这就是第教会阮咧所使用、使用的音乐。后一条八的圣咏，啊，有歌词咱看吼。Thank you.
吧。啊，上尾来，我们做两个一点，再来是换意。啊，这个不是一个重要，叫做甲贺修饰分做中文，然后啊，但是其实这条我大家拢知影，阮台湾拢是来叫做两只老虎，吼，但是计其实是本来的客是法国的客，啊，伊作曲家是一个叫做阿莫，一个作曲家，吼，伊刚放是差不多时间的啦。啊，伊差不多的确是算讲法国上伟大作曲家的产品吼。啊，伊但是有写这个童谣，到即马逐个拢在传唱。好，安尼再来一个甲贺修饰。红吹红吹喜红黑，一起跑。
听。